财眼财灵两姐妹从小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，凭借着不断的努力成长，让人看得非常感动。近日彩燕带着新歌 Knock 回归，不止 MV 特别曲风舞蹈的编排也超级适合彩燕，让一看就爱上，一直听一直听。近日彩燕回到娘家 JYP， 和妹妹彩琳一同上镜，两人同时跳 Knock， 超级同步超好看，希望未来完全彩姐妹可以在荧幕面前有更多的互动啦。Thank you.